这个半局中信兄弟没有掉分，那等一下下半局要从王威成第七棒的王威成开始打三振。哇，陈虎没有拦到，没有第一时间接到，起身传变爆传，那这样的话王永传扑上了三垒，球多漏了一下，还好后面有补位。哇，但是这也会加计一个失误，应该说这个 play 会出现两个失误，一个是陈虎的传球失误，那接下来回传球的失误是造成了林祖杰上二垒。对，一个都没抓到，还 OCF 还多失了一个垒包。对，点的是比较强劲，因为怕点成界外，陈虎有机会第一时间捞到，但是没有直接捞。球数领先与否，能否追平？这个球打穿，打穿的情况下，三垒追分回来，第二分过三垒也要回来。陈杰宪今天个人的第一支安打，在九局上半打回了非常关键的两分，现在让同事队从原本的一分领先扩大到了3-0。哇，这个直球投在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哦。